这两个写的给钱了，签了，有啊。来拿钱的。写的啷个上面签了？这两个写的上面写了，一千块，跟两个。签啊！一千块，来签啊！一千。不拿水卡，写的哪个？来水卡，写的要到对啊。这两个上面签了。来签了。看哪边行啊？保利龙。有人要保利龙吗？有。来，台有没有人来美女，这啊，其他天气较闲啦，下日只。我阿爸去啦，唔知你输掉，我唔知。我说唔知你唔知，唔知你哪下日。一千。一千啊！对，老板一千啊。要吗？干杯。好吃啊。哦，来掏钱啊！一千啊！啊，你话干杯，我可以的。干杯，我可以的。我只搞挂耳上嘞。有啊，九桶包。OK， 好，等一下，九桶包。美女，我老给挂你，有没有人没盖子的？我老给这个挂边啊，对啊，边啊。我叫人，我要送人无？到人无买干贝，食袂了，小家庭的，我给两包你，你无搞买，你试食看卖四百来。来一个啊，两个啊。我买个你要买四包。来两个啊。我嘛无敢送啊贵哦，嘿，我嘛无敢送啊贵，你给我准定价十多只，四百。拢有啊吗？平时拢会啥物？凉的，你要食凉的无？好，你帮我收啊，收个。啊，那是兄弟啊，兄弟！你过来，我们吃啥 ？B 哥啊 ，B 哥几只啦？没毛 ，B 哥几只？那妹妹毛两龙过 ，B 哥啊 ，B 哥啊，姐你一条菜条块钱一块去啦，我去 B 也唔是一条菜条块几啊？客气啊，我也袂多。客气啊，以前我买也是，你即摆七哥以前啊，来咧，我有干，你帮我用过，对吧？无啦，太老贵了。没毛，你搞毛毛小笼包啦。啊、这一条我讲吼 ，B 哥上面来 ，B 哥拢无啊，最后最后龙心花要来接你啊，这电话拢我催催落啊，这无咩无讲啊，催催就做好食啊，唔免啦，你开三千开两千咯，唔免，后边食 B 哥买个 B 哥要求好食，先加钱五百等开啊，四百了，来四百，等下啊，我即包要送你啊，两包啊，除夕要食几盒啊？你的车机吼，查起查回娘家，你搁食几盒吧？两盒装一五百，你买无真正四百。四百啊！来个人要食米糕哇，四百块。麻油鸡的米糕四百，四百个人要食哇，四百。四百来啊！联络来啊！多爱找钱啊！四百个上面啊！四百。真爱找钱的米糕上面，那无找钱啊！米糕上面。我再要四百，我一个。哎，你买米糕无找钱，就对啦。不是哦。销毁，销毁。你买米糕咧，当然着急啊！你接电话啊，四百个人要来无？来四百啊！我来讲哦，四个人去，你唔捌买过我只米糕，你试一下，我买两百了。两百来啊！大家吃看看，很老，老实两百了。OK， 两百啊 ，OK， 两百啊，太多了，两个啊，我个大哥，对啊对啊，来一，这个放手 OK， 来三，你来这有空间吗？四，你来这是啥物？来接水过来，我未用，看下这个。上我这边。接水过来。OK， 头奖几个钱啊？看下这边，两百，谢谢。OK， 好牛，我试一下，好牛。够两杯喜欢无啊？你要食好牛无？两百个有咩来无？来加，收掉。收起币去顶管。小黄包上掉未？八百点子。来，头前咩？一千个。头前咩？一千个。OK， 头前啊，来啊。来，这小黄包鱼，真水。这个啦，这个啦 ，Q 啊，你无啥物好介绍。你若过年哦，好料将鸡汤弄哦，面几粒要落去饼。你卖汤头拢无够，加一个鲍鱼的滋味。你食好吧，也是要吹，要烘拢好食。干来一盒就好啊，一公斤啊。只要高干包啊，上到无餐厅做给他半千啊。两盒要你开两千啊，唔免让你开两千啊，千五百啦，先加钱一句话就好啦。一千三秒一千块，一千三秒就一千啊，一千块三秒就。一千啊！你是创啊啦？哟，一千块上面写啦，一千块啦，一千啊，一千啊，一千块上面写啦，一千，过来要食九孔鲍鱼的无？好一个啊！这你怎么听我讲哦？只要二十二粒、四十几粒，吃高干包，吃高干包，这板刀才吃得着，一粒二十五块啊！啊，我来讲，你今日搞买一千个人去啊，我只要卖袂啊，恁大大吃啦，好无？全部三个加钱就好啦。六十几粒哦，全部三个了哦，一千来了。哎，一个，一千块。有人要食九孔包、高干包过来？两个。高干包过来，这边高干包过来，一千个，九孔包。一千啊。高干包过来，一千块，一千块。两个，多买一千块。一粒，一粒剩十几块啊！一粒剩十几块啊！真的啦，这免去考虑啊啦，一千啊。来一千哦。一千块还要吃吗？一千。来一千哦。来多少钱？今天是
一千块有啊，招待老板在这上行这边，一千块买来无？到南边去吃未无？三号嘛无要紧，我嘛无甲你送啊贵，你啊厝边十地人啊，小家庭个三号嘛无要紧，三号干啥要吃啊？小红包，搁吃啊三号，老子啊收个，三号搁吃无？三号，这也不便宜，不要麦讲，老子啊话三号小红包，三百来。多少钱啊？我来付啊。来吃啊，放过来，来。你要吃鸡腿无？边啊一块挂。保利龙，你拢唔免啦，我告诉你，保利龙无。来，吃几碗多？吃几碗多？你要吃火腿肠无？要吃鸡啊无？要吃拢爱讲啊。鸡啊。鸡啊。哦，鸡啊，我袂有够侪。来，你话咱要鸡啊，你鸡只上好个啦。你只乌蒜头啦，准备乌蒜头啦，卖四五十只个。我来讲，我搁卖一届啊。你要林青鸡吗？哦，我是卖乌蒜头鸡。啊，林青鸡也准备者。欸，你要八两吃无？一只八个吃。来好啊，无安尼，我安尼花好啊啦。你要食鸡啊？你拢七八块啦，七百块啦。你金鸡起来啦，我你先袂当低啊，你先我过袂当低。我讲的哪物啊？你莫，你应该七八。来啊，你个七八块，你莫买黑啦，你七八一只好啊，好不好？七百直接收钱啦。你点收钱啊？七八啦。七八一个啊。七八哦。一只好啊，七八。起来啦。对，我走。来七八上面是来七八。七百一个。乌蒜头的干贝叫大只啦，恁听我讲啊，这只乌蒜头干贝叫我，我卖你七八，你也买无啊，才大只着。这只乌骨鸡够你啦，安尼啦，两只通气啦，七八，互恁食着。来七八一个啊。两种鸡啦，好不好？七八，你也要换外菜哦，你也要换什么鸡青菜你啊？美女好不好？七八好不好？七八啊。这种大只的哈，哦，你迄小笼干包，你迄个锅已经惯啦。你接工着，你袂甘要坐啊？七百都有买来无？来七百，美女你要吗？你只要人参鸡而已吗？你只要人参鸡，那你也七百给我，两只给你七百块，冰起来。来冷二，来几两？谁啊？还有人要吗？七百。七百啊。拢有了吗？好，大嘞，你买啥物鸡？你家己鸡，你买啥物鸡？赶快人参鸡两只，好不好？七八，来试试人参鸡够起来。冷酱好 OK 来。人参鸡够起来，我爱当归。爱当归味啊！你啤酒冲来上归位，还要对加一个啊！边一个炸青，弄个鬼做一桶了，边一个三瓶，三杯食林青鸡。来我一个哦，综合啦。综合，你综合你内行啊，两只鸡拢食无同的啊，七八个要来无？鸡也无啊，要紧买啊，七八个要吃来无？拢有啊，好啊，你有特别想要吃对一只，想要买一只无？给你三号。来三百五啦。够人特别买一只咧。来边一只，一只。你要一只乌蒜头，你内行的，够人要吃来无？龙虾直接好吃啊！那来讲啊，大哥你要对吃啊，要乌蒜头，龙虾好吃。哎，乌蒜头好不好？直接好吃啊！哈，人参鸡，人参鸡啊！啊，你要过来做笋龙虾，上面有咩咩？等下倒里层啊！要不要？哎呦，你要龙虾啊？不然靠些老吃吃。你乌龟吃无？最后个龙虾三号，要来无？来，到你最后两只龙，三号。三十五，有啊，右边，来买手工皮，来两只，下底那个糖醋排骨正款，下底啊我白白哦，下来我白白，帝王蟹我包我给你麻烦一下，全部拢给我翻大上啊，这盘总计一个人给装包五百四四啊五好不好？三百了，装来，三百啊，今天快六啊，三百上面来，装来啊，快上啊，来啊，来啊，我。对啊，小鬼了，小鬼，鸡也好鸡鸡了，可能我能为着要四四只鸡也比较贵啊，尔啦，我无要创啊啦。我无路啦，做顶拢无路，你无。啊，你讲要食鲑鱼，要食鳕鱼，要食啥物鱼，要食土豆鱼无？我来讲，一包你点咩？一包，一包是上好食，泡皮。一包是阮公司家己研发的乌龟，迄个我袂袂乌龟签，这一包内底有两袋，一包哩，两包哩，卖三百五百，免啦，两包我了。来两百啊！上面是乌龟签的，一包哦，我来讲，你过年哦，过年甲蒸蒸的，好夭寿。你过年甲蒸蒸的，夭寿好食。我一包要送你啊！我来讲啊，我搁加一包你了。你看，伊食啊要买两份，伊若无好食，伊敢要买两份？你若无好食，你敢要甲我买两份？大就是好食，就买两份。我搁加一包啊，才五包啊，五包几袋？你知无？十袋啦！你今日甲我买两包啦，我一包搁送你啊，十二袋哦，你啊！我来讲啊，两包来啊，拢啊。来两包。有哪要食无？这叫乌龟签啊，足好食！你真正拢免我豆油啊，这本身已经做味啊，两包搁一个好无？乌龟签，菜头贵啊。两百哦，两百个买来无？买一个哦。我这一包卖三十几块，你是买得买真好食啊！两百个一个好无？两百。两百再一个块，哎，该你来算者，我有加一，该阿姐带来者。怎么？你阿那加一包，我再减一包。加一包啊，你阿六啊，我六啊七啊。
过尾来无？两百。对啊，是，对了对了。阿姊啊，阿妈两百块你也袂，我阁加一百送你，啊两百块拢真正了好食，好不好？两百来啊。好不好，阿姐？恁两个坚持拢无啊？呀，两百来啊！啊，两百。诶。我傻过啊！我生三个啊，你爱讲一过是袂当。你明明有咧用讲个，你只。呀啦！一两阿姐，我即马随便花完。好 ，OK， 五六两百。来，你也准备个。诶，我来讲话，恁无买人家试食看卖好无？一百块可以吗？一百可以。试食看卖真的好吃，我袂歹好笑。一百块落五块钱，这当用真。来啊，准备。后边来。一百了啊。再来一百。最后个两，最后个三个一百有买来无？一百啊，分只了。无人三包卖一百，真好吃。大哥，你要吃看卖无？有啊吼。比较超肥，超水的。啊，这里遐要一千块，啊，刚好买到，有底无？我买十条而已。咱的遐无无人家失望的啦。我遐啊，我其实无白按臭干的啦。我这段时间哦，过年前一两块，甲即摆咧啦，应该袂超过八百箱啊。这间工厂的遐，我头下卖八百箱起条，我无爱臭干的啦，我袂有够接出去的啦，啊。只要遐啊。我是要甲冲啊大，冲啊济，第一啦，只要虾啊四两好啦，只要虾啊四两好啦，我才敢买啊冲的啦。啊无，我若四两无够遐，我绝对无甲冲的啦，这品质足好个。你看恁来遮画遐画啊久，我逐工偌济人过来甲我买虾啊，这大只搁会甜啦。你食看食我即种看嘛，我还讲你食食你就像遐咧过来甲我讨啊，一个人拢甲我买一份多的，这只啊无，这大只着二三百活动的升级钱。